贤惠乃吾本性也。司命，谁让这种信啊，把金水煮于五级小龙虾，也要为主。最近考试消耗有点大。真是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不用听你魔音串，不用随时被你召唤帮你练了。聪明的人死得快，懂吗？其实大鱼大肉吃多了，我得缓一缓。我决定了，还是买个蛋糕哄哄他。加油，多想带着泪打到他梦里仔细调查，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，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，不专心的念头呀咿呀咿都清楚啦，九十九次我爱他，少了眼皮会乱眨，要他能心电感应我的想法，每天念着他的名字。爱一爱一句不差，九十九次我爱他，少了头发会分叉，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，爱像冰淇淋在嘴里融化。思思说的没错，自己陛下，你好了没啊？少了头发会分叉，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，爱上冰淇淋。我想了一想，还是留个悬念给你吧。对于潜藏的敌人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。